先到网站下载这份电子书以做参考。首先做肩膀测量，围着两个手臂和肩膀一圈，再到胸部测量，围着胸部最高的部位量一圈，再到腰围测量，围着腰围最小的部分量一圈，最后到臀部测量，围着臀部最大的部分量一圈。得到这三个部位的测量数字，你就会知道你是属于什么身形了。倒三角形身形是你的肩膀比臀部宽，再到长方形身形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一样宽，腰围不明显。三角形身形是你的臀部宽过肩膀。最后是沙漏形身形，是肩膀和臀部一样宽，腰围明显。